决定离开我，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注定的，在劫难逃的一场别过。蜡烛渐渐熄灭了，窗外夜色变沉默，孤独在此刻停止了诉说。难过是我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其实我们之间爱的没有错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或许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。你坐在我身旁，摇曳着昨夜的光，这一切都不再是幻想。周围阳光灿烂，海风吹在我脸庞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旁。亲爱的，三年又过去了，我们相遇是最美的旋律。我多想就这样一直没有伤，静静的遥望远方的光。亲爱的，想着你的模样，天空晴朗，时间很漫长。我躲在四季里有美丽的回忆，愿世界和平，我们不再分离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你送给我的手机也丢了。你坐在我身旁，摇曳着昨夜的光。你哭什么？这一切都不再是，我是女人的话，我哭得比你还凶呢。
少爷好。方佐，你回来啦。方佐。原来你们两个真认识啊。我还以为他是个骗子呢。这么晚了，金姐怎么还在我家？还有，我白天好像没有接到过金姐的电话，请金姐给我解释一下。我怎么知道她是谁啊？再说了，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，我至于给你打这种电话吗？方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从来都不带女人回家的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首先，这是我家；第二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你觉得哪儿不好呢？月月，帮我拿药箱。好的，少爷。还是自己来吧，没事，我来帮你弄。我来吧。疼吗？不疼。那个，怎么不给我开门啊，房总？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。要不然你弄完了以后，让他给我回房间睡吧。你不是不喜欢人多吗？这屋子里那么多房间，出去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说出去。我觉得我还是别待在这儿，我还是回家吧。你觉得他不开心重要，还是你不开心重要？都重要。那你觉得我不开心重要，还是你不开心重要？你重要。所以，你给我乖乖待着。你脱还是我脱？我自己脱。我还是别洗了。
么有钱啊？强子，特好吃。一会儿你睡左边还是右边？我睡地上就可以。从小到大，等到你今天，你今天却当着我的面赤裸裸的带着一个女人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在你心里一点尊严都没有？我是不是在你心里连狗都不如？你是这么想我的？小心口水。你好香啊。你也不臭。一会儿我要四季干针，你一步也不许离开。看来小韩说的真对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我们的石老师有三个爱好。什么呀？吃饭、打架、睡觉。那不是我，那是猪。
我可爱吗？你想多了。讨厌你！我们少爷可是第一次下厨呢。是吗？怪不得我觉得手艺不如以前。干嘛？那你别吃。我就喜欢吃不好吃的。月月，帮我把行李拿到楼上去。哦。月月，拿一下我的外套。好的。下个月我们的订婚宴，结婚之前呢，是可以玩玩的。结婚？等会儿给你解释。月月，家里的密码改一下，别什么人都让他进来。你从来都不带女人回家的，这屋子里那么多房间。我说出去。你今天却当着我的面赤裸裸的带着一个女人回家，你什么意思？家里的密码改一下，别什么人都让进来。那你的意思是他在深圳又结婚了？是的，还是找到我们这边承包商的女儿呢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里？我带他回来的。方总，我们这么好的关系，你居然骗我。那他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没告诉他，我怕他误会。我也不想你的家人都因为我无家可归。能不能别玩了？你能不能学学人家方总？天天放放放放放放，他有那么好吗？我那么差，你直接把我赶出地球就好了。就算丢人丢到死，我也一定要嫁给他。给我联系一家靠谱的医院，做一张诊断书。你到底是不是梧桐？要不咱俩喝点？太晚了，吓死了。你怕我吗？一辈子待下去。你干什么，陈宇？你干什么，陈宇？你干嘛？男主角终于他妈登场了。
这，陈宇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秦飞不差这一个女人。你是说我是穿白色的婚纱好看，还是蓝色的婚纱好看？我和你金伯伯都商量好了，订婚宴就安排在下周末。